心脏病急救案例。2017年7月3日，我乘坐列车到北京参加原始点集训，广播中突然传出15号车有乘客心脏病发作，需要帮助的消息，我急忙前去。进入15号车，就看到地下躺着一个人，我观察他面无表情，用原始点判断应该是通常说的心梗，也就是上背部体伤，急忙蹲下去按推左边上背部原始点，食指一顶上去，他马上发出一声惨叫。我知道他缓解了，舒缓几下扶他到一边，但旁边还有一个发病的，这依靠在座椅边上戴眼镜的女子也是面无表情，急忙按推上背部，左侧三点，每点三秒，右侧一样，然后听她叹口气，生气了，急忙问她感觉如何，她说好多了，就是有些恶心。我又按推他耳后原始点，他感觉好了。我嘱咐他们不要吃凉东西，喝凉水。必吃凉，必喝凉水啊！就回自己车厢准备下车了。